那我们前面的建筑也是全部都是老的建筑啊，都已经快坍塌掉了。哇，这个地方实在太像《生化危机》的这个场地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绝对是可以过来搞那个《最后生还者》的这种实地的，对吧？就是来体验游戏里面那种场景了，真的是有这种末日的景象。但是比较可惜啊，今天我没有带相机过来，我就直接是用手机拍的，因为我今天没有想过来探访这个废墟的疗养院，主要是在这附近啊吃那个芦笋呢、啊，这边过芦笋节，然后顺带发现竟然还有这种地点，我靠！嗨，大家好，我是朱老板，我今天又发现一个非常离奇的地方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二战时期让那些德军伤员养病的一个疗养院啊。那么现在我们看这周围，我操，一片废墟，就反正非常诡异的一个地点。我靠，这前面这里我感觉还有什么黑白的影像啊，我们看一下啊。哦，这条路快走到头了。我们看这些女护士，哎，颜值都挺高的，其实都是小姐姐，那咱们就不害怕了，对不对？走近看一下。这个区域现在什么东西都有，我们看有这种露天的床。然后这下边呢还有地堡啊，这下面还有地堡。在更远处的呢就是那些荒废掉的房子啊，我们看有一些是被当时炸毁的，现在很多是危房啊，所以说很多地方是不能随意进去的。那么我们待会儿去我们能够开放的地方进去看一下。然后更远处的地方是我们看到有桥的，就是我们这里可以走到桥上去，那么就可以从上往下吧，就是比较看比较全貌的状况，因为这里边那个场地是非常大的，就原先当时德军那些伤员嘛，都不是都送到这里来疗养呢，是一个非常大的疗养院。这墙上我们看写的还是俄语啊，因为这一块呢原先也是属于勃兰登堡的，就当时二战之后呢是被苏军他们占领了嘛，所以看这个墙上面写的都是俄语，这个说不定还是当年苏军这上面涂鸦呢。看德国人为了更好的欣赏这个建筑的全貌啊，就是欣赏这种废墟的美学，专门造了个天桥，我们可以走上天桥去看一看。所以说在德国这边啊，这些废墟其实开发成景点也是挺好的，对不对？就不一定要把它拆掉建新楼房，这个也是文化遗产嘛。哦，这里还有很多德国人在玩这种堆石头的游戏啊，这种也是一种禅的美学吧，就是寻找平衡。好，我们绕着这个楼梯啊走上去看看。哇，这个像不像《最后生还者》里面那种游戏的场景啊？但我没玩过啊，据说这个 PC 版重置版有点拉了，对吧？我想等它再优化优化再玩一玩，但是我看一些预告片啊，这种场景还是挺像的。哇，走上来之后好多人啊，我们看走上来之后就能够边走边看这个废墟，边从上往下看，那就能看到更多的这种细节了。我们基本上是跟它这个顶啊，能看到这个房顶，大家看，对吧？房顶现在都已经塌得一塌糊涂了，这也是它为什么要造个桥来给大家欣赏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真的走进去的话，真的很危险的这种房子。当然，现在德国还是有很多当时二战留下来的那些废墟的房子，那基本上外面会挂一个牌子，就是说闯入者风险自负啊。就是说是有生命危险的，因为这些东西随时都有可能塌啊。再看看这间房子啊，这个是不是可以让国内那些老哥啊，对吧，也在里边可以住到他房塌，对不对？好像峰哥他最近那些视频里边拍的很多房子不跟这个也有点像吗，对吧？让大家都以为是叙利亚，对吧？那不仅中国有这种房子啊，那么在德国也是有这种房子，对不对啊？这种房子很适合开发成旅游景点，我觉得就让大家过来猎奇一下嘛，因为大家平时生活的都太好了，对吧？那么来看一看忆苦思甜嘛。在这一侧呢，我们能看到这个屋顶的骨架，看出来当时都是这种用钢筋的，应该还是挺牢固的，是说哪怕经过二战啊，被轰炸之后也没炸塌。这里我感觉可以搞个什么野生动物园啊之类的，对吧？就是再搞点野生动物在这下边，那不是更带劲了吗？大家看这个桥啊，天桥它就是围绕着这个废墟的建筑的，可以绕一大圈。
这种设计我觉得还挺独特的，就是在德国我以前旅游吧也很少见到这种，就能够在围绕着废墟顶上面绕一圈建了一个桥。我们看后边这个废墟的建筑啊，那么前面呢它会有一些历史介绍的标牌，我们也看当年历史上怎么样的，对吧？历史上这边修养确实很舒服的一个地方啊，对吧？但是现在的时过境迁啊，已经变成这样了。我们看这个墙上又有俄语啊，应该就当年这个苏军在那里留下的，不知道懂俄语的人看是啥意思呢？哎呀，我们看这个房子里边地板都是漏的，对不对？都是塌的，所以说这个废墟冒险真的很危险的，这个一摔估计能从四楼摔到一楼去。这个天桥其实在晃，它其实有点晃的，然后这里我感觉好想跳过去，假如在游戏当中我就直接跳到对面去了，对吧？特别是大家玩那个德军总部抗德奇侠，对吧？这么点高度，这么点距离，一会就跳过去了。这个构图不错吧，刚好一个三角形，对吧？大家在上面一定要握稳手机啊，我就特别担心手机不小心掉下去。要看这里面那个桥真的覆盖的范围好广啊，然后这上面呢我们爬上去看一眼，看能看到啥景色。爬上这个瞭望塔了，就我们看到这个到处都是森林啊，其实德国的绿化还是很好的，很不错的，对吧？前面看到的这个是他们医院的主楼，我们待会也去看一下，但据说好像不能进去了，因为算是危房了。周围我们看一下，大家知道这个最高点之后它是有个台子嘛，那就可以环顾四周啊。它还有这个电梯的，有无障碍措施的，不错啊这个风景。这边看一下，刚风特别大，这里拍起来会不会安静一点啊？哇塞，这么高空它竟然设置了这种网，这种网状的桶让小孩子在里面爬啊，那简直是培养这个训练日耳曼超人了，对吧？因为一般小孩上去都很高的，一般人都恐高啊，从小这么训练绝对能够飞天了以后。我觉得这种网真的好恐怖啊，它是直接是朝下的，太恐怖了，说实话我都有点不敢爬，有点恐高啊。这些你看这些小朋友他一个个奋勇的就向下了，然后再从这边大概穿回来，这里还有那么高的一个镂空的蹦床嘛，反正可以躺在上面如履平地的休息啊。德国这小孩确实小时候就不恐高，我感觉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疗养院医院的主楼了，这个楼它应该也是荒废的，但是走廊上却住满了这种郁金香，看起来是有点诡异的啊。难道他们现在还有人在使用吗？或者他现在可能要把这个翻新来当做真正的疗养院啊，因为这一块感觉这个水土真的是非常好啊，那过来这个休养啊肯定能够很好的这个恢复元气啊。我们看这个就德国人的游乐场，德国是没有迪士尼的，但是德国人有自己的废墟游乐场，对不对？其实也是挺好的，就是以他们二战废墟为基础，然后前面不是这个金猪吗？在德国猪是有好运的意思的，它猪是可以骂人，但是猪更多的也可以表达好运的意思。坐在金猪上的猪老板，驾！这里沿途呢，我们能看到一些图片的介绍，他把这个图片介绍就放在这个走廊里啊，已经废弃的走廊里啊。因为我今天是偶然到这个地方，所以也没做什么功课啊，我去稍微搂一眼嘛。这还是挺有创意的，他们把这些老照片都放在他们老的这些窗的框框里啊，对吧？感觉就是非常有历史感或者时间感。我们看这是像里边的样子啊，但现在都是已经看不到了嘛，这些现在下边这应该是现在里边有一些图片的样子啊，历史上呢应该是上面这些照片。这路边这个呢我怀疑原先历史上应该是路灯啊，因为我往里看了一眼呢，感觉里面有电线，然后现在还有这植物都长出来了，还有蜗牛啊，对吧？其实这个是始建于大概100年前的啊，这个疗养院。这房子上我们依稀还能看到一些雕花哦，对吧？但像表面那个墙皮都已经脱落了，露出都是里面的红砖，还有水泥。现在很多建筑公司也开始逐步的维修这些快要坍塌建筑啊。其实这里边呢就是二战之后是长期的被苏联红军他们使用的，后来90年代他们不就撤退了吗，就任由这些建筑它风吹日晒雨淋啊，然后上面就长出树林了。
现在德国它又重新啊，现在有了点钱之后再重新把它们修复，看能不能修旧如旧啊，但也不能完全搞得像新的一样，那不就没有历史意义了吗？我们看这种感觉实在太末日啊，太末日啊。前面还有这铁皮啊，有点像辐射里面，对吧？这个可能真的是核战争之后那人类生活的废墟的这个场景了。我们看一下这前面这个建筑能不能进去啊？啊，那可能出于安全的考量嘛，它其实在外面把门锁掉了，我们只能在这大门口来拍一拍。因为我们刚刚从顶上看到它里边确实天花板啊或地板啊就走到一块它就塌一块，对吧？那你进去放游客进去确实是有点危险啊，对吧？因为我们看出来这里其实都是铁门给它上锁上掉了，我打不开啊，哥们。那这一块地方的话，大家来柏林周围旅游的话可以过来啊。那么柏林离这里的话是1个小时车程，我们今天是开私家车过来的，然后我也没有丝毫准备嘛，所以说跟大家就随便拍到这里吧。反正在这里就能让人感觉到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吧，强烈的物是人非啊。